今次的作品轻是以身体及灵魂为主，以自己的身体出发，重新认识身体，再重组对身体的认知。习以为常的身体对身体的感知已麻木，感官也随着身体而退化，而身体是灵魂接触外界唯一的桥梁。所以今次的作品主要都是讲身体和灵魂的东西。